你们好啊，我现在在桃园。桃园现在正在推广一个仙草节，后面紫色的呢，就是他们要推广的小花，很漂亮。但因为今天呢，刚好下着雨，所以没有把乐器给拿出来。如果天气好一点，这里就非常的漂亮。那因为今天呢是下雨天，所以颜色就暗了一些，有点可惜呢。